华大学获得一项 APSAA 的奖项。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亲自上台代表学校接受表扬，荣获2024亚太永续行动奖铜奖殊荣，这都归功于南华 USR 团队多年来透过慢运动理念，结合慢食与慢城力量，不仅定期出版社会责任永续报告书，也让学生透过实践社区农业生态中达到培育永续人才的目标。参展云林慢食工作坊展出银发族肢体动作互动软体，展现南华聚焦 SDG12 实践在地扩散国际以及落实大学社会责任的成果，推广全民重视永续发展。民间新闻综合报道。